有芝麻酱，除了辣酱有别的要蘸的是吗？还有卷。收钱吧。卷的还是拌的？卷面皮多少钱一个？卷的八块。八块是吧？微辣。要辣。啊？那不要了。有别的酱吗？有芝麻酱。除了辣酱有别的酱吗？芝麻。啊？芝麻酱。都是辣酱。芝麻酱。啊？芝麻酱。啊、哦，然后搞点芝麻酱。对，微辣吗？芝麻酱，你有微辣吗？我卷了，不要了、啊，我卷了，你别卷了。好，卷了半了。好了。大的一个。哎，这个不管说了。要辣吗？自己拿呀，拿呀。自己拿。卷了小半微辣。这不是卫生吗？收钱包到账八元。好了。扇子要不要？啊，扇子。要。要九块。哎呀，谢谢。来。稍等一下。走多少钱？少了一块。你好，微辣，胆子要吗？胆子要。加胆子九块。好了，你好。收钱包到账九元。收钱包到账十元。要辣吗？收钱包到账八元。我先带回去卖完了。那我还剩四个。还剩那么多了吗？我让他多带，他不愿意。不是，刚开始他是感觉没有劲的，刚开始感觉就是说卖不了，结果后来呢？我说你再多带点，他来我这200了。昨天七点到家，卖了1000多，然后我是卖。
多少钱一份？八块。啊？八块是吧？不加伞，不加花生。鸳鸯伞男士的做的。不要那个，不要黄瓜。可以给你做。家伙。这个送再拿，这个送。不要花生。不要花生啊，不辣吧？不要啊。不要辣，尽量辣都不能。酱料多放点。收钱包到账八元。这卷子要干啥？干上卷子。干上，大不小不小？不要辣是吧？收钱包到账11元。你好。赶上另外家的。要辣吗？不要辣吧。半斤，两斤。收钱包到账8元。